情话，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精确的算法，隐形的盔甲，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目标原本就看不见，崭新的梦如何实现，从原点到终点，地平线有多远，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冲破层层的包围圈，未来赛博一剑，一幕幕实现，以梦为马，世界复杂，简单的心去对答，一步一步出发，低头指向天涯，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感动着脚下这局小蓝稳了，哼！哎，没事。现在的局面已经逐渐明朗，白棋一路打吃再搬，就是做活的好棋。黑方杀棋失败，无以为继。丁兰胜。Yes， 走，请别想要孩子。喂，兰兰，恭喜你！就知道我们小兰肯定没问题。谢谢小景师兄，谢谢陈良姐姐。小兰这下升段稳了，大师兄稳交。谢谢大师兄。不好意思，各位。不好意思，丁小姐，曹先生，麻烦两位跟我去一趟组委会。我们接到举报，有棋手反映，昨天晚上曹西和八段在比赛封盘期间违规进入丁兰四段房间进行交流，我们调取了监控录像查证属实，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在此我只能遗憾地宣布，刚刚结束的这局比赛结果无效，丁兰四段取消比赛资格，杨云飞六段获胜。不是，我就是怕他没吃晚饭，我就给他送了个夜宵，我没有给他支招。但丁兰四段的比赛毕竟是在封盘期，无论你们是否聊到过有关于棋局的事情，都是违规，我们只能根据规定做出相应的判罚。不是，我进入他房间这个事儿，他事先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样，一人做事一人当吧。那你要罚也罚我一个人吧。小何师兄，你别说话。曹棋和八段在这里向组委会领导，参赛棋手杨云飞六段，丁兰四段，郑重道歉。由于我个人的一时冲动，没有严格遵守比赛的规定，在封盘期间擅自闯入丁兰四段的房间，为了不影响比赛的公平公正，我愿意接受退赛判罚，恳求领导能够再给丁兰四段一个重赛的机会，因为他真的是无辜的，惩罚由我一人来承担，拜托了。小何师兄，对不起。
你道什么歉啊？是师兄错了，是师兄没有控制好自己，我不该进你房间的，还差点连累你，对不起。不是呢，你是为了我好，你怕我睡不着、吃不好，你才进我房间的。没事儿，师兄不重要，你是我们九州的团宠，是师兄最在乎的小师妹，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啊！不哭了，接下来一路高歌猛进去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胜段哦，啊！哭，笑死师兄。对不起，我给九州丢人了。我们理解，不要太在意。师父知道这事儿吗？能不知道吗？刚打电话来了。小兰，师父让你放松心态，好好比赛，说回头再跟你算账。对不起，是我错。大师兄、小景师兄，你们回去跟师父解释一下，不能怪小贺师兄，他是为了我好。我会和师父解释的。小何师兄，你等着我，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白退赛的。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超慢级巡回赛的对局情况。本场比赛是丁兰四段与杨云飞六段继风盘风波之后的重新对局。本场比赛采用的是快棋的方式，每方一小时，三次一分钟读秒。不知道我们的两位选手面对多出来的一盘棋，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呢？看出什么了吗？没有，棋上我还是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啊，你看这两个人的神情，小兰呢气定神闲，感觉很自信的样子，但是杨云飞吧，看起来就有些紧张。照这么看，是不是小兰占上风？我说的不对吗？你说的非常对，小兰的棋今天下得很犀利，力量也发挥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杨云飞的棋缩手缩脚。之前我还担心小兰会因为上一局的事情影响状态，看来是我多虑了。我就说嘛，不愧我家小师妹。你家小师妹？对啊，她是你师妹，你是我家的，简称我家小师妹。你说的都对。劣势下的杨云飞正在顽强追赶，如果此时白棋能够守住左边的两个角，那么丁兰并没有胜算。现在杨云飞在黑角扳了一手，丁兰会跟着硬吗？断一个呀，交换几手，二路劣势先手，上面三个黑子就能一路暗度陈仓回家了。关键时候呢？你怎么了？
哎呦，对不起，怪你，我大意了。西河，知道你很激动，但是你也得顾及一下旁边人的感受，啊，你不能昨天伤一个，今天又伤一个，伤的都是你的亲人，你知道吗？我太激动了，我实在是没。可惜了赵彦勋的高丽参了。对不起。好样的，小兰！哎呀。小妞和小师妹没那么容易。知道。丁兰胜，耶！我家小师妹赢了，小兰赢了，啊？哦。小二师兄，我赢了。我就知道你能赢，真棒。开心嘛，怎么还哭上来了？别哭了。可是你还是因为我退赛了，要不然你也能一直赢的。我怎么可能一直赢呢？后边还有小影师兄呢，是不是？不是。小何师兄，我发现我以前真的是太傻了，我居然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愿意为我付出这么多。小兰，有些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我要是对你不好，那世界上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对你好呢？我每天这样变了花样的这么折腾自己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哄谁开心啊？啊，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可惜啊，我再怎么折腾自己都比不上你心里那几个偶像，更别提赵彦勋了。赵彦勋，我自从上次知道赵彦勋他隐瞒女朋友的事情之后，我就彻底脱粉了。而且，我忽然发现，你此时此刻真实的自己特别帅，比我粉的所有的偶像加起来都要帅个100倍。你喜欢我真实的样子？那你不早说，那你早点正常不就完了吗？总是演这个演那个的，我知道你要干嘛。你以为我天天想做角色扮演吗？我还不是想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我又猜不透你心思，我只能每天换着类型去演啊，我也很累的好吧。你以后不用再瞎折腾了，知道吗？喂，刘总监。程亮，这次你无论如何必须给我拿下一个热点素材。您放心，不就是小兰赢了杨云飞吗？我肯定拿到。
不是丁兰，是贺宇。就是他，那个赢了周丽川的五段女棋手。哎，本来没人注意到，以为就是个长得漂亮的小姑娘，没想到还是匹黑马。哎，你要说周丽川七段和之前输的盛锦书，我是贺宇，后面的比赛请多指教。请多指教。盛锦书。小时候我们一起下过棋，我出国后很少回来比赛，不过我每天都在坚持摆棋训练。前阵子我看了你的十番棋，我才发现，我竟然对一个人如此心动。我这次回来比赛，就是为了跟你相遇的。我喜欢你。他有女朋友？我知道，但我才是更适合他的。你应该跟我在一起。等久了吧？嗯。你好，我是松果视频的编导程了。你刚才的棋下的真的是太漂亮了，行云流水，灵气四溢。嗯，很开心你可以接受我的专访，那我们现在开始吧。盛锦初呢？休息去了。我在赛场的时候，看到你们一起出入，跟职业棋手谈恋爱，应该挺无聊吧？什么意思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不太懂围棋，怎么跟职业九段交流呢？只有天才才能理解天才。所以我反悔了，不想接受比我水平差很多的人的采访，除非盛锦书采访我。好啊。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嗯。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答应呢？就仗着你是我女朋友？嗯。我绝对不可能答应。围棋的职业道路上，你的目标是什么？跟你相遇，跟你对局，跟你在一起。直接没结束呢。我不想采访他。你答应我的。乖。你觉得你赢得了盛景初吗？都可以，你开心就好。谁写的问题？你觉得自己算哪种类型的棋手？简单、直接、一击毙命。对于盛景初先生的，对于盛景初先生的恋爱你怎么看？彻头彻尾的错误。他应该跟我在一起，棋手间有着先天的默契。你有信心吗？当然。冬季。哎呀，怎么了嘛？你居然一点也不吃醋。我
为什么要吃醋啊？因为我完完全全相信你啊，但是我一秒都不想出现在他的面前。那我就更不吃醋了呀。所以说，你是在故意整我。全世界都喜欢你，而你就只是我一个人的，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猜猜，这一次是什么用？是 fall in love。Please. You. 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超慢棋巡回赛的决赛，由盛景初九段对战本次比赛以来最大的黑马美女选手贺宇五段。现在两人刚刚进入布局阶段。哇，好厉害啊！贺宇他能在决赛的时候和小景师兄面对面，要知道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啊。小兰，贺宇能碰上景初，只是因为他占了便宜了。说什么呢？没有没有没有，没占便宜，没占便宜啊，没事没事。别老提这个，上不上决赛又能怎么样呢？我在道场就总被小景师兄虐。哦。我还非得公开再被小景师兄虐一回啊。这手有点意思啊，试探硬手一直是小景师兄的风格，贺宇这是在挑衅吗？哎呀，这一上来火药味就这么浓，有好戏看。接下来将会是大量计算和判断的比拼。这是占下风了吗？不是不是，但是那个角对于小景师兄来说确实是个包袱。你看啊，如果执着的做回黑角，就等于把广阔局面让给了白棋，这样黑棋的行棋方向就会有问题。景初稍微有点执着了。小石子，不用担心，小景师兄聪明着呢，我倒是觉得呀，他就是在引诱贺宇。犀利啊，拖完再搬，牢牢拿捏住这个白棋的棋形要点。盛景初在这个局部究竟会有怎样的构想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盛景初，盛。第一次出席这么开心，以后是不是可以经常见了？松手。本场比赛一直很少有表情的贺宇武段居然笑了，看来这局棋一定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啊。程瑶姐姐，你居然还笑得出来？你不觉得这个贺宇对小景师兄有点不太对劲吗？嗯，我知道啊，那又怎么样？他是我的。等等我。大师兄，嗯，你说我什么时候能这么有自信呢？应该快了。这个先放下。谢谢。哦，好。给。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我的。哦，好。哎，对了，我把大师兄换过来了。哎，为什么？咱俩之前买商务舱，他自己坐经济舱，你不都让我把他换过来挨着你坐吗？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坐这儿也挺好的。你喝水，你别老看我。哎，等一下。哎呀，嗯，你没事吧？嗯。啊。啊，没事。不用了，凉快，凉快。哎，太热了，这飞机。要不你喝点水吧。啊，我不渴。啊。师兄，小石嫂，不能这样吧？常规操作，慢慢熟练就好了，总得要进步的嘛。不是，程瑶姐姐，我们又没有在一起。还没有吗？没有啊。不是。哎呦，没事吧，小何师兄？没事。你问问飞机有没有事儿。看来你是去已决了。这段时间麻烦您了，谢谢您。你才刚刚上道，我还正准备好好重用你呢。
不过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你喜欢的路，我也不好强求。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加油吧。谢谢。我能跟您提个小建议吗？什么呀？你说。您能记得他的名字吗？谁啊？哦，那个谁，他叫言晓，语言的言，破晓的晓。他其实是全公司最努力工作的人，什么工作还没等您吩咐呢，他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公司的人都叫他言百科。我相信如果您记住他的名字，不再叫他那个谁，他会更加努力工作的。好，我记住了。谢谢总监，再见。再见。志亮，徐指导，你姐都告诉我了，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本来是想着做完采访再跟你说的。创业是好事，你徐志哥支持你，加油。谢谢徐志哥，你也加油，你永远都是我的家人。嗯，我走了。各位老师们，这段时间麻烦大家了，谢谢大家。我们应该谢谢你，买了这么多早点给我们。是啊，谢谢你，程亮。程亮，一切顺利。一切顺利。谢谢大家。再见。你会在这儿等我。我警告你啊，到了新公司不许有新闺蜜。回小馆伺候老板，我上哪儿找闺蜜去啊？圣女处算吗？圣女处也不行。那倒也是不可能。我倒挺想看到这一幕的。走啦。到了外面有事儿记得找我。我都能行，别忘了我是谁。我才没事儿呢，我找你干嘛呀？别带这破东西。亮，我出去。哎，那个谁呢？言破晓。你知足吧，我尽力了。哎，来了！加油，严破晓！加油，程小妞。走。
熊猫，你怎么来了？陪你告别过去，重新开始。这是花房里的吗？欢迎光临呐，程老板。嗯，当老板呢，心情不一样吧？虽然是有点舍不得我公司的好朋友，但是我现在感觉很特别，觉得自己硬气了好多。哎呀，原来我还不是这儿小馆主的时候，觉得这小馆还挺好的，现在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我是二代城馆主，当然是少了我的元素了。怎么，想要重新装修啊？嗯，当老板还是得核算一下成本的，我总不能还没开张营业就已经铺张浪费了吧？我觉得这儿稍微点缀一下就行。你陪我去逛逛吧。好，听老板的。知道吗？你现在这个样子，全世界的女孩都会爱死。起码我知道，里面就有一个叫贺宇。不需要，老板一个人爱我就好。那多无聊啊！你不换个口味？不换。你永远都是最新鲜，也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也是，专一的员工，老板才能喜欢嘛。不过，老板在这儿一点灵感都没有，你看看都多普通啊！我想到了，我要把你放到店里去。我去你的店里面当雕塑吗？我才舍不得呢！我要在店里放两样东西，一样放熊猫，一样放围棋。熊猫我了解，但是围棋嘛……有我呢，明天带你去个地方。走。小何师兄，咦，来啦！来，你看，当当当当，这么多！我把你一个星期的零食都给你买好，我现在放这儿啊。你记得上课的时候你带着点儿，你别总忙着，忘了就忘了吃饭啊。知道了。我今天先送你回学校，你课表我看了，周三你没课，带你去看电影。你之前念叨很久那个电影终于上了，我买的可是首场票。等一下。啊。小何师兄，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我们。我在你心里都比你首席云南友赵延勋都重要了，还比你所有偶像都加起来都帅一百倍。我们当然是纯洁的师兄妹关系。不是，我们的关系才发展了那么一丢丢，怎么就退回来了呢？因为我还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升到职业七段呢。哇，所以在那之前，我不论有多喜欢，多动心，我都必须得忍住，我不能谈恋爱。等一下，所以是有多喜欢多心动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小兰，你可想好了啊，我们职业棋手升段可不是像读书那样一年一个年级固定往上，七段可能很快，但也可能很久。你不愿意等我吗？当然不是啦，这么多年我都等过来了，我还差这点耐心啊。我是怕你把自己框得太死，负担太重。小何师兄，嗯，我不是非要框住我自己，我是想要证明我自己，没有谁规定我，逼迫我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棋手，但这是我自己想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坚定的信念和追求的目标。我觉得即使别人不能理解我，小何师兄你一定能理解我的，对吧？啊，行，你开心就好，怎么都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所以周三我到底几点去接你啊？哎，看电影之前我们先去吃点好吃的吧。不是说不谈恋爱吗？谁说谈恋爱了？师兄妹不能吃饭不能看电影啊，你一天少吃我的了。真是，好像说的也有道理。那小何师兄，我们就说好了，现在我们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互相喜欢对方，然后关系还保持师兄妹的关系。知道了，上去。慢点啊。嗯。又有比赛，他要出国。一个国外的男女混合赛，棋院领导跟我打电话商量，问我能不能以男棋手的身份出战。本来人选是姚科，十番棋之后呢，他的状态一直不好，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参加比赛。棋院的任务不好直接拒绝。男女混双。那是不是还有女棋手？该不会是贺宇吧？是你给呼吸的力量。